圆管自动上车担架，拉下开关折叠扶手，平地折叠状态展示，模拟上车，打开保险锁，先拉右边控制柄，再拉左边控制柄，完成上车。下车时不需拉动控制柄，下车后要关上保险锁。起备功能展示，一共有7个档位可以调节，最大倾斜75度。刹车时不可随意移动，解除刹车可随意移动。欢迎各位前来咨询。